Hello， 大家好，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归一起说。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是非常精彩的双截龙格斗的无限啊，醉拳沉虎的无限连，还是一如既往按照咱们上次做的视频的，是咱们是做这种高难度的最高难度的吹飞状态。那现在我们做的是乾坤连，乾坤连就是从画面的一侧打到另外一侧，然后再从另外一侧再打到另外一侧。而且是乾坤连必须要建立在一个条件下，那就是你要把对方打到浮空，所谓的吹飞状态。我们现在看，哎不不，这个大壮已经被打到吹飞状态了，一直下不来地。咱们现在做视频展现的都是这种最高难度的连招啊，吹飞连段，而且都是打乾坤连段的。因为这种连段只能是你要把对方浮空起来，你才能连得出来。如果对方在对面站立的话，你是连不出来这种连段的。就是连续的下低啊，下逼啊，连续下逼，三个下逼。醉拳这个角色在双截龙格斗当年应该是很多小伙伴都喜欢用的这么一个角色。当然当年用的他的无限连都是那种最初级的无限连了，经过这么多年开发啊，大神们已经把这个游戏开发到极致了。那最后给咱们带来一个啊，鬼步连，就是人物啊不离开地面，一直往前滑行走，无限的前冲 A 啊。但是这里这个鬼步呢，你不能让它冲出来，一直在地面滑行，